那其实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征兆哈，我们在临床上来有一些状况，就是当他的 LDL 非常高的时候，又有家族遗传，这时候有时候要 check 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包括几件事情，有的人眼睛这边他就会有一些，我们叫做一些那个反正是黄色斑，黄色斑。另外有的人哈，在我们的哪里，对，就是眼皮上。眼睑上，这样它会有一个黄色那种斑痕，有的会很大，就像长一块肉瘤这样，对，长一块肉瘤，对。但是这个还，因为这个它并不是，不是看到这个你就可以直接做诊断，因为这个还有中间还有很多的变异。另外一种比较容易做诊断的是，有的人哈，他们像这种250几哈，他有的会在筋，在这种筋上面，就筋原来是一颗，原来是我们是直的，那它会变得像一颗一颗。一颗一颗就是像球状，像球状一样，像我们称它为结节。对，那还有更典型的地方在哪里？在我们的阿基里斯腱，脚后跟，脚后跟。那所以还有个有的人说法是说哈，你的胆固醇哈，如果真的你没前验的哈，你去摸一下你的脚后跟。但你脚后跟哈，如果说很厚的话哈，你的胆固醇大概八成很高。哦，是哦。